辛苦打拼，伊过是一年啊。想讲咱打拼一世人，敢若知影讲用几力难尔，当然好路难捌啦。头家包我一个款，咱三十年的血汗都白拼。加在哦，有迄个劳工受伤互助专线，有法度替咱讨这个血汗钱，这辛苦人也无甲咱收啊啦。今年哦，才会当过一个好年啊。如果你以为男生才懂得车床，你就落伍喽。别以为只有女生才懂花艺，男生也行。不要小看我们学姐哦，她可是国手哦，你也不赖啊。不要小看男生，男生一样做得很好哦。哇，这里的新闻播带你都剪好了，速度真快哎！我还担心之后申请语音留职停薪，工作就不保了。听谁说的？我都请过语音留职停薪了，我现在工作更来劲儿了。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，我了解林先生爱家的心情，但是赚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健康。我也了解林太太的慌乱，但是在这危急的时刻需要有人提醒她。其实政府有很多救助资源是可以帮助她的。之前帮你们申请的身体障碍生活津贴哦，已经通过了。希望有一天每个职场都能重视工作安全，再也不需要我来帮忙了。幸福的未来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阮做少年就认真做拼四枪，为着囡仔，为着生活，看前顾后，一直拼到老。即马劳保年金每个月轻松安尼啊，活到老，领到老。若甲阮的退休生活挂保证，阁会当抗通膨，一生五年拢替阮顾条条。人生若过一摆，阮同款给劳保照顾后半世人。食老有劳保，幸福无烦恼。行政院罗岗委员会坚持跟你站到底。